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第173集向您分享屏东县马家乡立顶山。Go， 都要来看麦。开车直接导航至立顶山登山步道。屏东县马家乡嘉义部落境内的立顶山，是北大武山之脉，靠近屏东平原的尾棱，高高659公尺，为台湾小百岳之一。编号76，又名励志山。该山峰位处东挡西，与其支流牛角湾西的分水岭上。因为山形貌似一顶斗笠，平置在云上不明之，是屏东县假日登山热门首选之一。因登山的山峰为公务人员，故有公教山之称。立顶山、白丁山、真立山，合称马家三兄妹。山友们在此新建了许多凉亭，为此地的一大特色。山有1-4号登山步道，天气好的话，还能看见美丽的屏东平原，可开车或骑车前往登山口，车辆可停收费停车场，或是停路边白线。我们就跟着站，一起来去看看吧。走，追着美景去爬山。好，谢谢。车子停好后，我们开始往前出发。我们车辆停在雅舒停车场这里，今天就来去爬立顶山哦。出来停车场后，这里我们就朝右转。往立顶山的这个柏油路上面，我们有看到许多原住民的图腾。到底以后，这里右转过桥，来去立顶山登山步道。开始啊，都是缓升坡，慢慢的缓上。
前方这里，我们往左切上来去。走到现在啊，都是一路缓上，大汗淋漓的，很舒服，流流汗拍拍图，真的很棒。这一段开始就比较陡咯，上来后就是抖抖抖啊。这边有小椅子，我们在那边休息一下，喝口水。休息完毕后，接下来是石阶梯陡上。阶梯蛮陡的，慢慢走。316, 317, 318, 319, 320。夏天爬焦山了，就要有心理准备，又热，然后这个陡又喘，一身都是汗。这边上来后，我们看到第一个棚子了，那我们现在去棚子休息一下。轮到飞桨上场。到这个三叉路口后直接往上，我们要走中间那条哦。哇，难得啊，上来以后这段就有比较平缓的地形了啊，这个平缓地形呢、啊、走起来就是很舒服啊，有一声啊，但是很舒服。努力的往上爬，上来以后这边的回转处我们要往上走。后面呢就是石壁陡上的地形，加油，往立体山基点迈进。立体山这里的特色就是很多山友搭建的棚子，这里看到往山脚点的指标。站，你是不是累到说不出话了？哈哈。经过一段爬升之后，立顶山登顶成功 ，bingo！ 好，你是屏东县马家乡立顶山，标高659公尺，小百岳第76号，三等三角点7109号。三角点直上的空拍，基点拍完后，准备原路下山。下来这一段视野就很棒了。回程这边有个凉亭，哇，很舒服啊！坐在这边看景，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。在这个平台这里啊，看看这个风景，真的是太棒了，享受啊！
小心走，我们要回家咯。平安下来，我有路了。哇，雨下好大、啊！真正是两个一支小火伞。哇，终于到停车场，出运了！哇，下好大雨啊！终于完成了今天的重走，又热又凉啊，爽快！最后的压轴我们就交给飞翔哦。